都社区哈、哦、办理那个一网失能失智这个区块哈、哦、这个课程哈、哦，我们是一个礼拜有两次，每一次是两个小时，一共是上了12周啊、哦。那这课程的内容呢，我们是请了那个职能师来到社区来，那根据职能师他有设计一个方案，让这些老人家呢能够来到这边，不止他的在社交上啊，或者他的生活技能上啊，或者他这方面呢，哦，能够增进他，能够恢复这些技能，以及预防与延缓他的失能。最重要的是生活技能的一个调试，让他能够恢复起来。